大家现在听，这会儿才开始烧起来，已经过去了5分钟了。平时的话，1分钟它就会出现，它就会就是这样已经烧开了。但现在5分钟又不响了，是那种间断式的那种滴滴滴滴滴。这现在有个很严峻的问题，如果这个柴完了，停了，又停机了，这柴胆如果要烧不起来的话，今天晚上一人受冻，二明天水箱。关键是如果这个柴暖坏了的话，我们可能换柴暖的话，就换这个尾巴斯通，可能得需要几千块钱。不光是几千块钱的问题，西北这边没地方能换，怎么办？只有西安能换。因为就停机了，现在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就是这几天在西宁待着，每天晚上都会烧柴暖，然后今天晚上呢就突然出现这种问题。哎呀，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柴油机暖风机为什么不工作，是在哪里？这就在这儿啊，这就是烟囱。现在外面非常非常的冷，然后它这个一直在响，但是它不点火。看这是暖风机，停机了。东东开机。我们又一次的把这个柴暖给打开了。OK, 现在它在冒烟。它只冒了一下下烟。这是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哎呀，它有热气儿啊。看，是在冒烟。它按正常理论它会烧起来。但是这现在的问题就是它烧了一会儿会儿以后它就自动停机了。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有很大的气。在冒很大的气。大哥千万不要停机，我求你了。好了，停机了又。各位，现在已经12点了，我们刚才尝试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那个柴暖依然没有作用。现在是外头是已经零下了，然后今天晚上最低温度显示是-8度。今天晚上的话那只能挨冻了，但是我希望就是祈求明天早上起来，然后我的水箱不要给我冻住了，但再一冻住一冻裂那就麻烦就很大。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西宁、兰州甚至天水好像都没有就是专门去能修房车的一个这么地方。刚才跟那个就是改装厂那个师傅商量了一下，然后他让我们明天先去在跟前找一个就是修理厂，然后他们到时候会远程跟这边修理厂的人就是视频，然后看一下我这个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就是明天这个远程去查看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如果再修不好的话，我可能这次要提前终止这趟旅行了，就必须要返回西安。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就是青海那边的话，然后这个海拔会越来越高，而且温度也会越来越低，那边可能最低温度能达到-20度，如果不开柴暖的话我估计是罩不住的。真的是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然后大白丸子就出故障。现在这个情况对于咱们来说真的是很头疼很糟心的一个事情。但是你想再越往上走，现在海拔2200米，这车就这样子了。以后用前面的那个前头那个热风吗？开一晚上？那不行的。会不会中毒？肯定会中毒的呀。你像这种例子已经很多了，就是把发动机打着，然后开着空调，人在车里边睡觉，最后被毒死的太多太多了。因为咱们的管道在汽车尾部，你知道吧？就在咱们的那个床底下的嘛，对不对？那咱你是不是晚上睡那儿老漏风？对不对？那如果要是风向要是朝这边刮的话，
直接吹进来，那个尾气就吹到你鼻子里去，然后你肯定会先中毒的，那就不用说啥。你现在关键是咱们现在这个再往上走，海拔3000多米，最高的地方要4000米，而且温度的话就很低很低。特别低的话，那水箱不就冻坏了吗？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要是一直开始产奶，它就不会。我不想住那是我也不想呀，我都没去过新疆了，我为啥要跟你出来？我就是想去新疆看看，吃点好吃的。你太糟心了，我跟你说。你像你之前也没有长时间像现在这样子用过这个产奶。你想吧，去年的时候，去年也是3月份买的，但是去年那时候3月份买，在西安来家待了2个月，到5月份，5月底才出去的。那时候奶奶家那边天天接电，根本不需要打这个产奶。反正今天晚上肯定是得挨冻，这是必然的。俩狗不冻就行了，人冻死。哎，你不是扯呢！我靠，你把我冻死咋整 ？Hello， 各位早上好。哦，昨天晚上还好，车里头有2个人，不是特别冷。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窗子上已经结冰了。哦，对，这应该是霜。看看，哇，这会儿已经开始化了，看到没有？但是你看窗子上一层子霜。哎呀，马总侠现在已经出被窝了，但是我还想再眯一下。现在车里都几度呀？我的胳膊伸出来就感觉还是冷冷的。只有1度。啊？1度。1度，你看一下水箱动了没？天哪！哦天，我听到有流水声了。还没有冻实，反正。哎呦，还好还好。还有水在流动。我先把车打着，先给他奔点热气儿吧，好吧？好好好。我们让他先把车打着，然后那啥，轰点那个前面的那个暖气。17年的车，18年是吧？17年。18年的。哦，17年，17年那时候没有高原版的。啊。没有高原版的，尾巴四个锅炉到高原那边的话，它会自动保护，开下来1分钟左右，它泵油泵不上来，它就自动保护了。高原版的价格很高，啊，比这个平原版的要高得多，高1倍价格。等于就是海拔高了以后，它跟这个汽油车一样，到了高原以后它会高反。这样吧，我待会儿等联系到我那个售后网点那边，到那边去让他帮你查一下吧，好吧？好的，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奇怪的是今天早上你看他又正常工作了，他又好了，昨天一晚上都打不着，打了4-5回都打不着。我天哪，这才海拔2200，车还没高反呢，柴暖先高反了，你说这可咋整呢？那我们还敢去吗？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修理厂了，然后刚才跟那个这块工作人员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他现在去找那个换个衣服，有点冷。好嘞，然后他们现在去找那个修理师，然后去问一下咨询一下，他们这张灯挺大的，然后。现在都在忙。我们修这个锅炉，我们修不来呀。啊？我们修不上呀。你看上我来这儿？就是，他打电话，他的意思说先过来看一会儿。原来哈，有些小问题啊，换个东西啊，我们都弄着。说你等一会儿啊。刚才跟这儿工作人员聊了一下，然后他们说就是这个柴暖现在不是早上好了嘛，然后在没有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好了，他就没有办法去修。然后还有就是我那个起步，然后一档抖动的问题这块暂时没有办法处理。我现在这个售后人员在外面的话，有一个西藏的客户正在做售后维修，我让他西藏这边结束以后立马到你那边去。在这个修理厂现在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刚才那个跟就是魏航厂家那个盛总然后沟通视频沟通了一下，他跟我说他会派那个他们那个人员然后从拉萨那边赶过来，然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他们。就是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不把这个修好，然后我继续往上走的话，走到青海那边什么的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他们厂家就是给我配备人员过来帮我就是仔细的到时候去处理好这个车的这个柴暖问题。那么现在的话
我就要去这块大通 4S 店，然后把我这个就是一档起步的这个抖动问题先处理一下。起步的时候抖是吧？对，一档。抖得厉害吗？以前抖厉害，在那个兰州的时候处理过一次，然后这两天在这儿又开始有，不过没有以前厉害。师傅啊，咱这块是不是就是那加零号的，然后冬天经常就是冻坏很多？冬天是没法加零号的。没法加零号，最少是像这种车的话20，负20。嗯，像这个车的话就是说在高原，然后如果出现那个就是高反的情况，然后一般情况下咱们得自己处理，咱们处理有没有？自己肯定处理不了，你往花图各走的路走越走越好吧，还全是沙漠呗，隔壁太冷。但是现在去武汉这边应该很冷吧？那边也是昼夜温差大呀，中午很晒的，晚上比较冷。比这儿冷是吧？比这儿冷，肯定要比这儿冷。从这一路过去不会超过4000米吧？你要和花图都走的话很少，都3000来米了。那和五一还下雪着呢。五一下雪，哎，好像满了。哦，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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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了，漏了。现在车子已经检修完毕了啊，起步抖动还是因为我上一次去兰州新区的时候，当时看那个，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别墅的时候，那有个特别陡的大坡，可能就是因为上那个大坡没上上去，然后造成了那个离合器的间隙过大。然后现在刚才用电脑匹配了一下，然后好了。关于这个就是现在昨天晚上这个柴暖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厂家那边也给我了一些答复。因为我这个车子它是那个韦巴斯特那个普通版的，然后在高原的话它容易积碳，目前就是厂家的那边的说可以派人过来给我帮忙清理积碳，但是呢如果我还在这边待的话，或者再往高的地方去的话，可能用不了几天还会积碳。我现在就想的是看我能不能自己就是看看，然后跟他们去视频，然后去学一学，然后以后我跟马总侠自己动手修呢。你是不是主要就想的是让我修呀？怎么可能，你能趴得下去吗？上次修那个底下净水箱还是我修的，你能趴下去啊？才怪呢。哼，你这变相告诉大家我很肥。你不是肥，你是算了我不说。好吧，就是还有就是其次呢，就是刚才大家看到这里的那个维修工的师傅啊，然后他也是个很专业的师傅，刚才跟他聊了很多，然后他现在因为我这个车是来了这一直加是零号柴油嘛，现在那个柴油现在那个油箱里头还有多半箱，然后不能全部就给它用掉嘛，所以说是他让我现在立刻去加那个负35的柴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从这儿往那个青海湖那边走的话，这个零号柴油是会冻住的，那到那个时候那就会非常的麻烦了。还其次就是这一路上呢，往那个花土沟那边走，夜间它现在的情况应该就是在-10几度的样子，如果我不开柴暖的话，那个像我那个水箱啊，势必那绝对会冻住，有可能就是冻裂的情况，而且晚上也非常的冷，那到时候不说房车变床车了，那就是一摊的事儿，对不对？想想我现在都头大，让我想起来我之前那个依维克房车去西藏帕布尔那些场景。Oh my god， 不敢想。那么接下来咋走呢？我现在就是想再考虑考虑。如果我继续往前的话，可能就是不改变现在现状的话，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如果就是说我现在立马掉头更换其他的目的地，可能这次又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了。在这里的话，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很纠结。话不多说，在这儿感谢各位，激励三连点个赞。